如果说太极拳的技击妙趣在于分化瓦解对手，那么形意拳则正好相反，它直来直去，以突发劈、崩、钻、炮、横五种基本攻击性形拳为主，要求锻炼者着于以内功培养，以意领气，以气催力，气沉丹田，力由击而发，意成于中而形成于外，顺逆相抱，上下相连，刚柔相济，内外合一。